酱汁烤全羊。你去问多少钱？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一斤多少钱？一公斤150。一公斤150。这个是烤鸡，一个38一个。有没有？也来一只，来一只嘛。可以。那也来一只。你给你看，被地下的狼坑。哇。哇，好大。站在旁边就感受到那个热气了。这个一次可以烤几只羊？这个5个。五个。嗯、哇。我好期待啊！一大早，真的是一大早。你看，8:30。7-8公升的羊，7-8公斤的羊。这个腰子，哦，腰子，嗯。好吧，哇！别乱摸了，你又测不出来，人家是个专业的，好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哇，这是烤鹅，烤鹅。这两个土地卡西来的，这个是土尔盘的，一个人20000，一个是和田的，薪水20000。啊，薪水。98年开始卖烤肉。嗯，卖烤肉，爸爸卖烤肉呀。就传下来，是吧？嗯。那这个羊要烤多久啊？2个半小时。哦哦。你哪里的？你听我口音，你猜猜。我的口音。新疆的？哎呀，不是。哎，我已经有新疆味了吗？哎，你讲雅克西？哎，新疆雅克西。哎，雅克西。川好，烤肉好，抓饭好，拉面好。老板好。哦。有味道吗？这个10分钟的，10分钟长这个样子。有一点味道了。已经变红了。哎，太爽了。有一点点香味出来了。偶尔看一下它怎么样，漂亮不？烤肉好了，耶！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刻。哇，我洗手，这肥大了，谢谢。哇，太舒服了，你看，先看，最好的，嘴边肉，对，我们叫嘴边肉。这酱料超级入味，就是整个渗透进去那种感觉。我懂为什么人家都叫我说，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羊肉，来和田。中国烤肉看新疆，新疆烤肉看和田。暂停这句话。看，这个样子，最好的，这个，最好的，真好吃。哎，哇！你看这骨头调料都进去了，哇，皮脆肉香。嗯，要跟我抢肉吃。可恶，这我的。你看，哇、哦，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老板最厉害的点就是他的这个皮烤的是薄脆，因为你要烤的薄又脆，真的超级难。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薄脆型。哇！全部磨好了，
好的。哦，没事。哦，哇，等一下，老板，你给我多少薪水？五千。五千。台湾 baby， 台湾 baby， 啊。嗨。喂，你好。我才挖个几铲，我就开始在喘。这个要学习几年啊？就是怎么学这个温度？你学不会别问了。这个样子吗？嗯。弄脑子。啊。好。我学。嗯。来。这样。这样。这样。要这样，有一个酷水。这个。一个半小时。我已经会了。台湾等着我就开这个了，烤全羊。我这个值多少钱？三千。他雇佣我们吧？还缺人吗？啊？还缺人吗？我们两个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可以啊。哎，杨子悠。哎，杨子悠。考级好了。我已经上手了。五千块，你看，这个样子太好吃了。你看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哇，这个腿，哇，这个皮，披萨，披萨香香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样子，我不烫。哦不，我怕烫。哎，烫，也是烫。烫吗？烫。老板也很慌啊。是吧？你尝一尝，尝披萨啊。美人之旅好吗？最好的。我要带你海洋。哇，这个烫，没事。哇，好吃。哇，这样。哇，最好的。啊，这个样子，烫起来了。嗯，这个样子，得火了。哇塞！新疆雅克西，新疆雅克西，雅克西吗？雅克西，新疆的人的雅克西，雅克西。